你现在就不听话呀？啊？我揍他干么事？让妈妈做，妈妈不能做，妈妈太胖了哈，你做吧。嗯，妈妈做，嘣就倒了。嗯，好，坐一会儿咱就回家了啊，真冷。好，哇哟，就坐一下就行了。好，那回家吧，今天有点冷，太阳还没出来。嗯，哟，这两个手把着哈，不能一个手把着，一个手把着危险。哎，对，两个手把着。哎呀，哎呀，真冷，我们回家了。啊，这边坐着啊！哎呀，哎呦，这你不能，这你不能啊！这献给你吧。哎呀，这家伙一天你说得换多少遍衣服，裤子也得换好几遍，衣服得换好几遍。一早晨这是拉了三次吧，拉了两次三次。哎啊，明天是什么？咱不知道是啥活动，反正是得穿这么个衣服哈，就像校服一样的。哎妈，这一岁多不到两岁的小孩也得穿校服哈。嗯，说买，哎，买了一个那个什么画画的一个衣服哈，这个衣服本来也说要买，也得两三千日元，这和人民币一百多呢嘛，就这里的这是校服呀、制服，不管大人小孩的都老么贵了哈，就这么一个小裙子，可能一百多、二百左右那个样子哈，就那个小裙子。后来人家老师说，你看这个还都是新的那个感觉，流行流行，你看都没怎么穿过，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一年能穿个两次三次那个样吧，穿不太多。你把线都给我脱了，缠起来，给妈妈缠起来，别往外弄。哎呀。嗯，本来我说买，老师说，嗯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就是这种的，可能人家以前的小孩穿完了之后没有用了，就又就是那意思，免费给了幼儿园哈、啊，幼儿园里边有谁不想活了，就可以拿回去再继续用。这个你不能拿，里边全是针，这个哈、啊，你玩你这手回去，你要不能拿那是针，这个有点长，我给他重新弄一弄啊，把它弄下来，这个、裤子有点长，我把这个裤子给他剪下来，重新给他弄一下。妈给你重新缝一缝啊，给你俩先重新缝个口，对，重新缝一个口。好玩啊。不听话哈。你家小姑娘不听话，你现在就不听话呀？啊？我揍他干么事？那边就黑了。让大家看看吧，哈，都看看李新娜强在哭哈，来大家都看看吧，这小闺女哈，现在是长大了哈，翅膀硬了，现在是，动不动就哼唧啊，来看看，来大家都看看李新娜强哭来。嗯，哭给大家看看，来，使劲哭，使劲打，好，你就使劲打就行了，使劲打吧，使劲打，能打你使劲打，打了手又不是打我手疼，打你手疼，还得过来找妈妈抱抱，不听话你还找妈妈抱抱，你看这弄得满地都是，来妈妈给穿上试试来，穿上看大不大小，大小合不合适，我明天就这么穿着上幼儿园好不好？老师说明天要穿这个裙子去，我看拉拉锁，这是拉链，哎，好。旁边带一个扣子，扣上去，好，还有一个松起来的那个边，嗯，看看我漂不漂亮，来，那里亮亮。不穿了，你脱下来呀、啊！啊，好脱，好，妈给脱下来。明天也不穿了啊！明天也不穿，好，明天给我告诉老师，不用上幼儿园哈、啊。明天不用上幼儿园啊！明天啊，口罩，给你戴一个吧，好不好？你戴不戴？来，现在想戴一个哈、啊。来，你现在想戴的是啥哈？来，好好，妈妈戴的是啥？啊，这里是鼓起来的哈，看这挺好的，眼镜不哈气啊。嗯嗯，
这是口罩，都是口罩，颜色不一样，有粉色，有黑色，有黄色。口罩，嗯，这个是粉色的。那这样看看粉色的，那你喜不喜欢粉色？粉色的。那帽我给你弄吧。好，你自己弄。哎呀，你都不给弄，你我给你弄吧，你又想我弄你，我得给你弄吧，你又想我。来来来，张嘴啊，不张嘴，不用张嘴啊，放上去。哦，他又拿起来了，你的鼻涕都粘上去了，你可讨厌死了。嗯，谢谢。我把这个食品盒都丢到这里。洗得干干净净的，放在这里，干净。好好坐着，别掉下去啊！嗯，好好坐，往中间坐。哎呦，坐下了，真好啊！这些好不好？刚刚一看我们家这个邮箱里边有那个什么，那这里就愿意送这个纸抽，里边这一包一包这四包是纸抽，是我老公买保险的那个第一生命保险的那个，每年到年底了嘛哈，送的纸抽，毛巾，那毛巾，这个毛巾和纸抽是他们送小礼品最基本的，啊，又给了一个这个挂历，迪士尼的这种挂历，你还得想要个柿子啊，还得想吃一个啊，想吃一个柿子，好，妈给你拿一个。这样看我们这是我们自己家这，这个还不太好啊，不是，我们拿个这样的吧哈，硬点的，行。哎呀，哎呀，那，你等，我给锯下来。好，那，乌龟，这些话慢慢想来说话啊。乌龟，会数个虾，就海鲜那个虾，鱼虾那个虾，啊，会说虾，对不对？还会说啥？好几个单词，还会说个日语的奥伊西，还会说个啥？现在讲。